我相信啊，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鬼打墙"和"找替身"的说法，各种恐怖影视剧中也会有这样的故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位网友在小时候上学路上遇到的一段"鬼打墙"和"找替身"的真实经历。大家好，我是 L 和 N 不分的新人 UP 主小仙，旁边是灵异观察员老柯。大家好，这位网友叫金钗画影。我们暂且叫她小金吧，南方人，女生。她说她当时14岁，上初二，爸爸妈妈呢都不在身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因为学校离家比较远，有大概6、7公里，所以一般就早上6点10分起床。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生物钟，并且睡醒后会习惯性的看一下手表，就像那种买彩票的心情一样。所以她一直知道自己大概自然醒的一个时间，然后洗漱，拿着书包骑自行车去学校，在路上吃早餐。但偏偏那一天起床的时候，他就忘记看手表了，很奇怪。因为是冬天，天亮本来就比较晚，早上6点多行人也很少，偶尔会遇到一两个和他一样去上学的同龄小孩，所以他在路上暂时就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直到骑到平常自己买早餐的那个地方，远远看了一眼，发现平时那个餐车的位置啊没有灯光。他就很纳闷，这个老板一般都会很勤劳啊，风雨无阻，从来没有休息过。但他也没有多想，这时候他才想起来看手表，不看不知道，时间才刚过3点40啊。但是他这个小金啊，又想着再折腾回去睡个回笼觉，对吧？又得半个小时骑回去，睡不了多久呢，又得出来，因为他7点钟要上早自习。是我肯定就回去了。天气又冷，骑车又挺累的。南方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如果冬天头一天下了雨，第二天凌晨会特别冷，刺骨的那种。对。这时候小金突然想起来，他有一位好朋友的家就在那个位置附近，那是一个比较靠近城市郊区的位置，居民种地的比较多，所以说一般都是那种自建的三层小楼，也整整齐齐的，就城中村那种类似的。对，他俩呢小学就很要好，那个朋友家里呢他也去过上百次了。小金想到这里就登上自行车向他的朋友家里出发，不一会儿就来到朋友家的那条巷子口。巷子不长，东西走向，南北两排自建小楼房，其中靠中间的那一栋啊，就门口，大门口靠中间的那一栋楼房的3楼，从3楼的围墙上直接开了一个孔，接了一根管子，就用来排楼顶的雨水。因为前一天下过雨，所以那根管正在不停地排雨水。小金后来回想了一下那个场景，还是很吓人的，周围一片漆黑，空旷又宁静，只有那根管留下来的雨水拍打地面。没有光，就没有路灯这种东西。小金的朋友家就在这条巷子的平行的另外一条巷子里面，也就是离大门口更近的那个巷子里，所以他必须从2栋小楼之间穿过去。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他每次沿着这个缝隙绕到前一排的巷子后，绕出来都能听到那栋小楼排水的声音，就是来来回回都能听到了，都能听到。而且他知道，因为他那个家里面已经去了上百次了嘛，他知道只有那一家他是有个排水管，别的家都没有。他每一次从缝隙中绕到前一排的巷子，绕出来都能听到那个雨水拍打地面的声音，而且是越来越近，然后绕过去又越来越近，绕过去又越来越近，就永远到不了他朋友的那个巷子。不过好在啊，小金天生遇事冷静，所以感觉怎么样也走不过去之后呢，干脆停在了路中间。老客已经观察不下去了。仔细想一下是怎么回事，最后他决定不再从楼栋的缝隙穿过去，而是一直朝东走，也就是回到刚才入口的位置。就是这样，还和那个雨水拍打的声音重逢了好几次，感觉自己在同一个地方乱转。最后也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的执着，还是那只调皮鬼玩累了，所以他最后还是终于走了出去。本来他还想折返回去继续找他的同学，但是回头看看那些巷子呀，黑洞洞的，还是放弃了。这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4点20，也就是他在那个巷子里面最少转了半个小时。怎么办呢？小金决定啊，推着车慢慢的走到学校去，这样天越走越亮，就不用在校门口等太久，反正早餐学校也有嘛。去学校那条路也挺瘆人的，不过左手边是护城河，右手边是待开发的空地，很远才能看到一户人家，好在中间没有出现啥事儿。大概在5点半左右，小金终于抵达了校门口。当然这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
学校的东大门是新修的，很高的那种不锈钢的栏杆，小金肯定是爬过去，一个女孩子嘛，而且她还有一个自行车。但是南大门是一个旧铁门，已经弃用了，翻进去呢会更容易，毕竟她不敢叫醒守门大爷，怕挨骂，她只能绕到南门想办法。从东门绕到南门要经过一段田埂，小金说还好当时是冬天，水稻都割了，如果是夏天的话还担心稻田里会有食物，因为下了雨田埂又湿又滑，只能小心翼翼地走，所以自行车和鞋上都沾了不少的稀泥。走到南门之后呢，小金决定把自行车锁在门上，然后自己翻进去到教学楼底下躲躲风。当时没有吃早饭，又在外面晃了几个小时，又是冬天，所以小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凉透了。但就是这一决定让他遇到了整个事件当中最无法解释的事情。小金本来心里盘算着刚才的安排，但是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推着车走在校园里面，人和车都进来了，但是他完全想不起来是怎么进来的，包括现在都想不起来。那个南大门虽然已经废弃了，但是依然是很坚固的，铁门之间的缝隙非常小，小金虽然她本身很瘦小，自己又是个女孩，但她的车是进不去的，而且也不可能自己能把自行车举过大门还能毫发无伤的放下来，更何况她当时回过神来，感觉胳膊也没有那种刚刚搬过重物的感觉。她越想越害怕，就只能快步走向教学楼，就感觉很像是四维生物，对吧？这个门对我们三维生物来讲，它是个遮挡。三维的门在四维空间其实就没有不存在，它是不存在遮挡的作用的，就很像四维生物帮他进去了。这时候啊，小金发现他的教室亮着灯，就是他的那个班级的教室亮着灯，但是感觉这个灯不太正常。事后想起来，他们教室原本是那种长灯管的日光灯，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小时候读书的那种日光灯，但是当时他看到的是那种昏黄的小灯泡的那种黄色的光。这个小金啊也真是心大，虽然感觉不对吧，但是他看到有个人了嘛，看到活人了，他还很开心，就把他的自行车放在车棚里面，就开心的追了过去。进了教室之后发现有四个男生也到了，他就一边放书包一边笑着打招呼说，你们好早啊，哪里来的教室钥匙？其中一个和他比较熟的男同学回答说，是头一天找班长拿的。接着他们四个拿起不锈钢的饭碗围在一起准备分享其中一个人自带的早餐，那个比较熟的男同学还问小金要不要吃。小金看了一眼，他们吃的是那种坨了的面条，看着硬邦邦的，泡在冒着气儿的水里，那个水呢像是热水，但是也像是冒着寒气的清水。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除了这个冒着气儿之后别的啥都没有，就是一个坨了的面条泡在一盆水里，那个水里也像热水也像寒气，就这种感觉。这时候小金的动物本能就起作用了，那碗面啊让他觉得莫名的危险，就拒绝了，然后趴在桌子上开始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小金被同桌摇醒了，一看手表7点钟，全班同学都到了在早读。同桌小声地问他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怎么进的教室？小金说，看错表了，来的时候有人先来了，是他们开的门。同桌又问是谁啊，小金突然愣住了，因为他发现名字到了嘴边，那个他认为很熟的男同学，就是刚才递给他面条的那位，和他实际认识的这位长得一点都不像。别说剩下的三位就更奇怪了，根本不是他们班的学生。这时候小金反应过来，是不是睡懵了做梦啊？但是低头一看鞋子，确实沾上了稻田里的稀泥。早读结束后呢，他去食堂吃早餐，又看了看自行车，确实轮胎上也有很多泥土。关于那个早上，小金只有这些记忆了，同时也留下了一连串的恐怖疑惑。一是为什么那天自己反常的提前2个多小时自然醒，并且不羁的看手表。要知道啊，生物钟这个事情还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平常可能7点半起床，在周末也有可能7点半就醒了，对吧？这是很难改变的，为什么那天早上他忘记看手表也提前了2个小时自然醒。二，他为什么去了上百次的朋友的家怎么也找不到了，而且总在原地打转。三，是自己和自行车是怎么进入校园的，他一点都想不起来。四，是那四个男生到底是什么生物，他们在自己的教室做什么，为什么自己刚开始认为认识的那个男生并不是自己实际上认识的那个男生，而那个清水面条又是什么东西。对，那清水面条又是什么东西。后来有些网友啊可能略懂这样一些事情啊，是这么解释的，小金那么早就醒了，并且一反常态的不看表，都是找替身的小鬼在捣鬼。那四个男生的面确实不能吃，那是家里人给他们的贡品，吃了之后就会被当成替身，而前面遇到的鬼打墙是别的善良的鬼，有恶鬼作恶的时候，善良的鬼就会让人鬼打墙拖延时间。至于为什么没到天亮就破了鬼打墙，是因为那四个小鬼太凶残了，威慑了这个善良的鬼，让他没辙。后来小青说啊，
还有个师傅问过他是不是之前做了什么对亡者不敬的事情，一般不会这么想要置人于死地的，特别这种小鬼啊。小金想了很久，可能是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学生去采茶，做好了卖，收回来的钱呢是用来买学校的一些生活物资，比如说食堂用的一些东西。小金路过了一个很平坦的小土包，在上面跳了几下，然后被一个住在附近的同学拉了下来，说那个有可能是早夭的小孩的坟。按照之前的传统观念，家族里面没有长大或者没有婚配的孩子是不能进祖坟的，只能埋在荒郊野外，也不能立牌位和墓碑。有一位网友啊还说了关于鬼打墙的破解之法，他说啊，鬼打墙在他们那里叫迷魂鬼，会把人迷得走不出去，就像小金一样。如果是荒郊野外呢，很有可能最后会死在那里给他做伴。这么夸张？对，那个就不是来做替身，来是来找伴儿的是吧？对，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他说你就要骂他，什么脏话难听就怎么骂，骂到能走出去为止。有的呢被迷住的人会遇到贵人，就是能从第三者视角看到他在那里绕来绕去不知道干嘛，就大声喊他，他被喊醒了就可以走出来，从外部来打破他。对，从外部打破他。因为我看到有的人他从第三者视角就描述了一个被鬼打墙的人，他是看到那个人，就那个人他觉得他是在往前走，其实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他，他是在那里转圈圈的、嗯、就一直在那里转圈圈，就被迷住了。嗯，还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类似的经历，那个时候他也是学生，一般早上6:20准时醒，有一次呢起床就没看表，就赶往学校上早自习，大冬天的下着雪，覆盖的白茫茫的一片，途中还经过了一片坟地，但是呢他每天早上都去嘛，所以他也习惯了，也不怎么害怕，但是到了学校才发现四处无人，赶忙看了手表，那个时候才4点多，就是说他本来是6:20起床，然后7点钟差不多准时到校，但那时候才4点多，看了门卫大叔正睡得香，所以也不好喊醒，就在门口开始借着雪光开始堆雪人。你说心是不是很大？这个人心也很大，小的时候真的胆子超肥，我觉得。然后堆了不知道多久，终于看到那个雪人有点人形了，然后他看到那个雪人突然开口说话了，然后自己居然也跟着去回复，突然一回神啊，天就亮了。门卫大叔摇醒他的时候，他居然在校门里的台阶上靠着墙睡着了。校门里，他也不记得他怎么进去的，他也一脸懵。这个然后跟那个很像，非常像，所以这不是个例。然后这时候他觉得是不是自己做梦，刚才那个雪人说话了，所以他看了一眼校门外，那个雪人居然是在他记忆当中堆雪人的地方老老实实的待着，就他真的堆了那个雪人，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一晃神就进入到学校里面，而且天亮了。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也分享了相似的经历，但这个不同的就是他吃了那些人递过来的食物。这个网友那年14岁，他非常喜欢打乒乓球，所以几个好朋友经常约好了早上早点要去学校去打乒乓球，就是在早自习之前。嗯，那时候是冬天，冬天早上5-6点的话天其实还没有怎么亮，他记得前一天放学的时候他们几个好朋友是约好说第二天早点来学校，所以当天晚上他就定了闹钟，就那种手表闹钟，小孩的5点钟醒，然后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听到滴滴滴那种声音了，一看时间是5点，然后他就把那个闹钟给关了，出门后发现天好黑，除了路灯啥也没有，就这么背着书包往学校走，结果走到早点摊，还好早点摊那个时候是开了、那前面那个早点摊都没开，前面那个3点多钟、早点摊都没开。在他往学校走的途中才走了一半，手表闹钟响了起来，一看那个时候才5点钟，他瞬间就懵了，但当时也没多想，就以为之前是不是看花眼了之类的。接着往学校去了之后，到了学校发现一片漆黑，他就往班级里走，到了班级发现昨天约好的3位同学都在那里，就打了个招呼，然后去吃了早饭。当时他还很奇怪，为啥他们3个早饭又是米饭又是菜，谁大早上吃这个？就有一些地区可能早上是米饭菜，但他们那里不是，一般都吃简餐嘛。然后他们那三个同学还让他也一起去吃点，一直很坚持，所以他没办法就随便吃了一口菜，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吐了，吃完就吐了，吐完之后肚子非常疼，就一直趴在桌上，他们三个吃完就打球去了。过了一会儿呢，他实在受不了就拎着书包回家了，到家之后呢肚子疼得厉害，就去上了个厕所，就躺在床上休息，一直睡到了早上8点多，他妈妈才把他叫起来。所以等他身体好了之后再回学校，就问那三个好朋友说那天早上为啥你们吃那些东西，但是他们说那个时候他们压根都没有去学校，也就是说当时他是一个人在学校里面遇到了三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人形生物，递给他一碗饭菜，然后他就吃完就吐了。
肚子剧烈疼痛，而且那天早上啊，他的同学跟他说，他们班级里面有一条死蛇，就以前没有出现过，就是周围学校里面没有出现过蛇这种东西，但那天早上班级里面有一条死蛇。所以啊，这位网友当时一直以为他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梦，因为和小金不一样，他看到自己的鞋上的泥土就知道这不是梦，但他没有办法求证，所以当时一直以为是自己做的梦，压根就没有起床，一直在睡觉，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回到学校才发现不对劲儿，因为他肚子疼是真的，班级里的死蛇也是真的，他后来想想有可能是那条蛇救了他，就替死，就我说为啥吃了东西他只是肚子疼而已，对，就没有去世，要他去世了可能我们也看不到这个故事，对对 对, 对，小金听了这些故事之后啊，后来也问了懂这行的人，其实找替身的套路都是差不多的，最重要的就是给你吃东西，还得是那种你心里认定的你认识的人给你吃东西，一定要是这样，而且你醒了之后可能觉得哦，那个人我不认识，但在梦里面你非常的笃定，或者不是梦，或者是在这种灵异体验当中你非常笃定你是认识他的，不管你故事前面就你遇到的前面是什么样的剧情啊，有这两个因素就是在找替身，所以找替身的鬼虽然不吓人不伤人，但是归类为猛鬼，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取人性命。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也请点赞收藏关注 UP 主，这是对 UP 主最大的鼓励哦。